大家好，最简单的更想要做菜，让你瘦变得很简单。大家好，因为我们楼上在施工哈，所以等一下如果影片有奇奇怪怪的声音哦，敬请见谅一下。我们已经等待一个小时了，它还是没有施工完成，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来拍片了。冬至到了吃什么？就是要吃汤圆，就算是一个我们的习俗啦。那汤圆要怎么做？哦，记得揪你的小朋友一起看，或者是学会了之后带你的小朋友一起来做，我觉得是非常又增加你的亲子时间。因为我细汉啊，想拜访阮阿妈在那边搓汤圆，因为我阿妈以前啊，冬至的时候都会自己来做汤圆哦，来做甜汤来煮。我今天也不例外，来做两种颜色的汤圆。如果你们想要做更多种颜色，花生、芝麻什么之类的，记得在下方留言处给我知道，我下次会变出新把戏给你们看。要不就说，赶紧来做我们这道。冬至汤圆，在不开饭之前 ，YouTube 上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连顺讲一个，按赞之后抢先看 ，IG 顺讲一个，连顺讲一个大家庭，还有我们的讲一个小家庭 LINE 群，赶快去加入哦！你们每一个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加爱心、加留言，都是我拍片成长的动力。截图。来，首先啊，我们用生饮水，我们直接开火，好，然后倒进去。记得啊，不要到100度哈，卖好的滚起来，稍微的冒烟，我们抓在80几度，就是你留下呛的料，80几度就要拿起来，好，直接把它冲到这个糯米粉里面，是糯米粉哦，这应该算很基本的常识哈。来，快滚起来，之前冒烟了，来，我们关火拿起来，来直接冲。确保我们的粉啊，不然我去搞掉这个水，来这拿了，这是上面了，咱换较大个容器来。啊，咱先甲捞起来好吧？哦，然后我们先把它捞起来，来，上面粉弄下来。好，我们来开始揉我们的汤圆的原料。好，来，剩下现在就叫卡波先去，咱卖落去。一样一起把它揉一揉。二来，那个坑底边，然后我们这个倒盖让它醒一下。再来，我们来做第二个，开火。第二个，我们来做有颜色的。哦，来，注意了，可以。来，我们这里有准备这个叫红曲米，啊，这个全人面的，我喝啊。红曲米，我们把它磨成粉，用它来带色，好，或者是你用果汁机下去打也可以。一般外面的大部分都是加色素的。再来，来点红曲粉，我来给，拉起来。来 ，OK， 关火，来稍微的给它泡一下。好，我们用我们最天然的原料，好来把它带色。外面大部分不可能这么做了。好，来我们拌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哦，你要拉紧，安尼就好啊。后面继续慢慢拉就过了。来，再来，咱来揉咱的第二粒。哦，这个我们做起来会有点粉红色的感觉。来，如果你要做有点偏绿，你可以准备抹茶粉。对啊，我们再准备一个大的锅子。我们的这个汤圆啊正在醒当中，豆兰的汤圆甜汤鲜。我们开火热锅，来我们的二砂先下去，因为我想要把这个它的甜汤有一点焦糖的感觉哦，所以来不及给它二砂，出我出焦糖。哦，来可以煮到十几锅啊！来，你用到流会冒泡呢。来，我们加我们的水。来，会归多。来，这时候还没滚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红枣先下。来，滚起来了，我来换加咱的迄啰桂圆。哦，桂圆跟红枣拢去杂货行，南北杂货行都有啊。当然，把我们的桂圆拌开。好，好，我们先拿到厨房滚一下，因为我们要来做我们这个咱的迄啰汤圆哈，大家可以煮满滚圆。来，现在我们先把另一锅水小火去烧，因为我们用这个哈，要花一点小时间哈，去注意去烧。来，来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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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搓会越长。来，再切一个，来切切。好，来压一锅粉哦，较袂惊黏做伙。哦，再来，你把它搓成圆形，你也可以把它搓成正方形、长方形。搓汤圆自己搓的是很无聊啊，如果你带你的小朋友搓啊，我觉得边搓边聊天应该是蛮不错的。二来，咱的汤圆弄好啊，这时阵啊，哦，咱的水煮到面遐滚啊，
来最滚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啊没有要吃那么多哈，我们就先下一半的分量。然后这些啊，你马上拿去冲啥？给钱啊！拿来吃喜宴无？我最喜欢吃的炸汤圆哦，拿去炸一炸，也一锅迄啰土豆粉，超好吃的。好，伊即摆滚啊浮起来，咱火要调较细吼。然后让它继续再稍微的煮一下。好啦，你看，膨胀干了，差不多来，我们关火，然后我们把它滤起来。来 ，OK， 再来把它倒到我们的甜汤里面。好，刚刚就煮完果甜汤里面，我们的冬至汤圆完成。简单个的美味试吃时间哦，你也干干呀，哇、哦，是寒流来吃一碗这汤圆呐，哇、哦，实在是再好不过、啊。当然、啊，你如果真的很冷的话，你也可以干嘛？哦，你也可以加那个姜片，之前我们有做一道那黑糖姜片有没有？那个也可以拿来做这汤圆哦，很撸赞，起码就赞了，大家气一下眼皮。哦尝我的桂圆那红枣味。超 Q 超天然的汤圆，而且汤圆你全部做起来，弄完拿去冷冻，因为加其实甜汤干干煮着烧着就好吧。其实它很百搭啊，你先做起来嘛。你去外面如果可能买个红豆汤、花生汤回来，你也可以把你汤圆煮熟之后加进去啊，你就不用自己做汤嘛。这个。很适合在冬至做的一道料理，我们的冬至汤圆，桂圆红枣口味，完成。来笑话呀？对啊。有一天玻璃他站上顶楼，他要跳下去，你知道他跳下去之前他说了什么话吗？我要跳楼。不是。再见世界。不是。不能。他说晚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睡了。